来，跟大家说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开什么？我们今天要开什么？不知道。大家好。过年，跨年到了，不免我们都要来看一下福袋。那听说小七的福袋被抢光了，不过我家附近有全家的福袋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开箱来开福袋，好不好？好哈、哦，来，这我儿子，很久没有出现在镜头前面了。来，我们今天就把小七的福袋，没有全家的福袋，先拆开来。来，首先红包，等一下再拆，最后再拆。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拿到什么。来，首先一枚小泡芙，小泡芙一包。来。第二个，光泉冷泡茶一罐，好，这一包199，我们看一下到底值不值得，今天有没有划算？哦，厚道星球玩具一个，玩具你的最爱的，你最爱玩具的对不对？厚道星球玩具一个，来三个，然后来再来，不错。哎，浓心韩国辣泡面，我还没吃过，可以试试看啊、哦。这个我还没吃过，也听说还蛮不错的啊。浓心韩国泡面，再来，又是你的最爱，有没有看到？你最爱，还有我儿子最喜欢的洋芋片，而且是乐事的乐事洋芋片一包，好，来，这个是我的爱 ，Pocky 一包，好，再来。曼陀珠一条、哦、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模式是不是都一样啊、有人可能整包都跟我一样啊。来，最后来，这个华园咸酥饼一包，华园咸酥饼一包，那这个我不爱，因为它有胡椒的味道。最后来全家的旅行包面纸，好，目前看起来总价应该是没有超过199。我看了一下，如果加上酷斗星球的玩具，这个多少？这个多少？没有价钱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没有价钱。如果加上酷斗星球这个玩具，我记得这个玩具应该是69块还是79块。那应该差不多199，所以最后来我们来开箱一下我们的红包。我们来看一下红包有什么。红包。来。普通奖。肯德基优惠券。我拿到的今天是肯德基优惠券。然后立即奖的部分明谢惠顾。至于。我的头奖抽奖序号、哦、在后面这边，那我等一下再自己来登录。那今天就是我们的开箱文、哦、那我儿子又给我跑出那镜头外面了，过来。最后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